首歌，先恭维吧。先吹奏。好，先吹奏，谢谢。
主耶。我觉得哈，安保，这一次的主持人君如当然很辛苦，不过我觉得他有一件事情我不太认同，他把主持的工作一大半推给老师。他要老师为每个同学打成绩单，其实就是把介绍每个同学的这个事情呢，这个责任就推给了老师。谢谢你，谢谢老师给我写的是一句先师，我喜欢叫老师先师，但是呢，不是班长叫的那个先师，我的叫的先师是新鲜的鲜啊，先师。他说一句先师含义极致，教学相长，人红沸腾。那这是老师很红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给老师谢谢吧，这么用心的。然后呢，最后是几句话。这个学期呢，我来上课没有几堂，很遗憾错过了很多精彩的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光。然后呢，今天呢，我们也为新同学那个仰莲同学今天带来那首曲子《法国十三乐》，跟舒邦方斯。一个月前的今天，我就在他今天讲的那个地方，叫做 Chamonix Mont Blanc， 就是夏慕尼那个地方，是1968年第一届冬季奥运在那里举办。一个月前我人在那里，那这趟去法国玩了，而且我排的时间刚刚好，虽然前后16天，可是真正待在那边就是13天，而且我去了他讲的那个地方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那很高兴又回来跟同学们一起相聚。那我只对音乐，我只想讲一句话：除了爱情，音乐是我最迷恋的事。谢谢各位。